办干的好事儿。你跟那姓黎的女孩，搞得绯闻全公司上下的人都知道了，你就是这么对你自己妻子的吗？我不追何东，我喜欢的就是他，哪怕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换我也可以。半夕呀，箱子又放这，是陆迪寄来的吧？不是，陆迪在重庆啊。没有啊。谢谢爸妈。别走，我没有请你进来。我现在真的已经很累了，我在这休息一下。你把东西接到我家来干嘛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搬来跟你一起。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在法律上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所以我是你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不怎么样。你能不能讲讲道理？我现在不想讲道理。我东西带了这么多，是不打算回家了？在哪？那就是家。帮我拿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箱子里有我的睡衣。自己拿。那我就自己拿了。当然我帮你拿。还有我的内裤啊！你别太过分啊！是想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老家，我怎么能在这儿？谦虚而有效率。我警告你啊，离陆离远一点。哎，老婆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喊？我是想说，收银台在那边。每次交集代码都是我愿意。其实你不用勉强。我不勉强，我心甘情愿的。那你打算怎么行？你以为我亲你？随时待命，永不当机，只为遇见你。想要在一起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？哎，你不再聊我工作了？我不跟你聊了，你只会耍流氓。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流氓。没关系，是不是我最有话说？睡不下去了，那老板没有我也输。乖啊！拜拜，如今随时待命，永不当机。我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，我等我身边的。想要在一起，住进你怀里，走过每个四季。